співатиме сам тієї конгульори. Чернозона сам тієї конгульори. Зубавана сам тієї конгульори. Діба, чим зубасними приїдали. Марті Омара, прайду з тобою проблеми, хаті говорить. Діба, стала там, о, не, ходить, ти махтово, а мама з кого це буде, ти, мали. Сам тієї, о, камінь, комінь, дік, фугот, гондрів, дік, дік, о, так ти мали. О, це в дні вісі, у дні, дік, захок. Так, дік, ще там, тобі, але, та ще там, дік, так, ходить, дік, скажука, діба, що тут зуба, рата, потім, там, сам тієї, чекі, не тієї, оле. Мамбалі, сукукаті чагри, сукучагна ян, ті зонам ті дзосами, сапінші, нам ті мамі білець, бі білець ваті. Нам ті мамі, нам ті той мамі шару лорець. Ті марі, сікі там ті сам ті білець, сікі там ті учіна, та діма чучу, там на ті ті, не кап, ті не його падам, та сам ті йом т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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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把这些年的地，就比如说别的，这有把这些是这个干的这，这嗯，炒完这是东西不要的，我们拍这个相关的，这就平原这个，那平原这个嘛不要的，这是这些我们出发拍的，这都是他妈那把搞完了，拍的，这第一就是做的，上天写写的，上天的这个地方，上天的这个吃的什么，上天的这个做啥活的。 这是他们自己的，这是他们自己国家，这是他们。他们是把国家给这，让给这上级的人，因为这下活呢，上级就不可能嘛，上级就别玩这个，不好活呢。全国的他把这个，这把钱放到这上面，他，人忙，靠自己过日子，这个生活呢，这他自己的苦，这就是他们搞的。 也拿着把这个上供过来。再来，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当中的第三个，叫做因，往生之因的原因的因，因累积资粮清净罪障，应当晓得一切清净的善业，都与累积资粮清净罪障是分不开的。 就像是一切诸佛，他们要成就佛果，首先在发起殊胜无量殊胜的真果宝菩提心之后，也要经过漫长的一劫又一劫的无尽劫的时间，不断的累积资粮清净罪障，最后才能够承办佛果的。我们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光是听到佛世尊的名号，能够接触到他的教法，就能这些教法跟名号就能够深入人心，改变。 改变人心，净化人心，这个是佛世尊他的心的力量所导致的。什么样子的内心力量，能够使人光是听闻到他的名号，接触到他的教法，就产生改变的？这个内心的力量就是慈悲的力量。如何能够所谓的累积资粮清净罪障，是如何承办的？完全是来自于慈悲而承办的。我们在行持任何善法时，应当是以 慈悲心而修布施，以慈悲心而修持戒，以慈悲心而修安忍，乃至从布施到般若波罗蜜多之间的一切六度修持，都应当以慈悲心为前导而修持。当然，有些人，比方说他在修布施时，他想到的是，应当就是我这样的布施，我将来可以获得财富，我可以变得富裕，他并没有怀着慈悲心在做这件事情。 但我们现在不应该是如此，而应当想的，我之所以要布施，是因为对方非常的可怜，我必须要为他做些什么，我需要这么做，原因是，我完全有理由对他发起慈心跟悲心，而不是为了我自己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善报，没有这样的想法的。
同样的，升起嗔心的时候，对其他众生声称，或者众生对自己声称的时候，应当了解哦，嗔心是非常不好的，以此为因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必须有，我完全有理由要安忍。这个时候是因为慈心跟悲心为前导，所以不去陷入嗔心的循环当中，不去可以能够以慈悲心而修安忍。所以可以说六度波罗蜜多的修持完全是建立在慈悲心的基础之上的，有了慈悲心，有了利他心的想法来修持的话，那么所修的善法，所累积的资粮，它自然会成为波罗蜜多。也就是说，慈悲的功德就是能够保证所修善法成为波罗蜜多的先决要件，不管是世间法或者出世间的佛法都是如此的。如果有些人他们在行善时缺乏了真实的利他的慈悲心，那么会不会有一些暂时利益呢？会的，但是仅仅只是暂时眼前今生的利益，能不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善根而获得究竟佛果呢？那是做不到的。比方说有些人他在布施的时候心态上想的是，我这样布施将来会有如何如何的善业果报，所以我将来会变得更加富裕。那他会不会变得富裕呢？是的，有些人怀着这样子的心态去布施，我们也确实看到他因为福德的缘故所以变得富裕。但是当他的福德耗尽时，富裕的这些果也就用完了。那由于先前没有再造其他利他的种子，所以呢一手果报，恶业的一手果报仍然会现前，也就是说他的那个善根是有穷尽的时候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当用这种想法，不应当希求将来能够会有善报而去行善。我们在做行善的目的应当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够蒙受利益，为普遍的对他们发起慈心跟悲心，所以我要布施，所以我要持戒，乃至我要从事六度的修行。在累积资粮跟清净罪障方面，最主要的修持就是按照七支进贡来修持。那七支进贡在修持过程当中也应当是以菩提心跟也应当是以慈心跟悲心作为前导的，这样子去累积资粮清净罪障，当然它会有很多的果报。除了刚刚所讲的一手果之外，还有所谓的等流果。等流果当然又分为了成熟于其他人对待我们的态度的所作等流，感受等流，或者呢是与我们自己所作所为相关的所作等流。这些这些果报呢，当然有很多细分的层面，但是我们对它不要特别的执着，应当想着不是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果报，而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去饶益有情众生的这个事实。如同前面所说的，在慈心悲心的基础之上修持布施持戒，一直到般若波罗蜜多的任何善法，用这个方法自然而然的一切功德都会从慈悲当中绽放出来。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们的身体跟语言自然就会导向善法，我们所行的一切呢，自然就会成为真实的资粮，无尽的资粮。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心里面像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应该也要想着愿其他有情众生，他们也能够往生清净的刹土，愿他们也能够完全的断除烦恼。所以用这样的方法，用这种心态来透过七支进贡进行累积资粮跟清净罪障的修持，是极为有必要的。原来有错错的障碍的，我是对原来是把差距障碍，从而是超差了，超差了的，超差的什么叫超差的？心里用他把你无处也进去，人进去你受不了，你吃不消，你吃不消，你啥子的人不懂用这些人吃不消吗？你用这些人，哪家是用到吃不消的呢？我说用这些人，哪家是不干的？哪家？我俺们这些人干什么东西？把这个给他走，他拒绝了，我他妈的，这玩意儿。人家这些中华人民就现在这样慢慢去接他从那么吵从那么大家伙这些人这是我变小从大处的人啊，这样的这些就这些亲们就这些亲们因为云梦来了龙上平的是半个话的时候你上次云梦我很少去了在了
让命运全都会得到成功道理，一种啊价值观法，第二，一种独特的心理用处法的啊功夫，我想我都不敢的努力，心理功夫是从什么的呢？是当个别人参加了些什么些个不好讲的话，那么你写上去吧，就是那写上去弄，其他没法做成的，他还有我他上这个就算了。人家那活动上面，上天中活动上面那个就最加上个作用，这个就是他当时接过的哈，可能最加上个作用了，接过的哈毛呢，人家在这地方工作，你这个就是他人文化高，完全或者人文化高是多么深的多不容易的，我家去什么地方热情不热？所以，接续先前所说的，要累积资粮，净化罪障染污，需要结合气质进贡的方式来落实。比方说，气质进贡当中一开始是顶礼支，如何进行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能够由衷至诚的意念佛陀三宝的功德，在意念的同时，不由自主的双手就合掌。就结合了身跟心两方面来做顶礼，在意念功德的时候，我们意念佛陀功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没了那一层傲慢，所以顶礼支是作为我慢心的对治力的。什么样的情况叫做我慢心呢？有些人他可能过得一帆风顺，他认为我今生没有什么样子的苦难，我非常的富裕，我用不着修行，我不需要宗教。这种想法就是自以为是的我慢心。我慢心会有什么样子的过失呢？我慢心的过失在于，即便你因为过去生所累积的一些福德而能够拥有你所认为的没有苦难啊、富裕，或者是我用不着修行的一切平顺的生活处境，但是过去所累积的福德最终会耗尽的。当福德耗尽时，你此生因为我慢心导致对业力因果的道理不加信受，而过去的恶业果报仍然会成熟，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因为恶业而流转于三恶道当中。它的自然就像是种子遇到了外缘成熟的机缘来到的时候，它就会开出花朵，就像是这些道理一样。所以其实进贡的任何一个部分，它都是要对治自己内心的烦恼而安利的方法。比方说像供养的目的在于对治心中的贪欲以及吝啬心。那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懂得愚痴跟我慢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要懂得为什么要去这样的调伏自己的心，因为心会造就我们日后的感受。比方说如果我们不去调伏自己心中的烦恼，任凭自己的嗔心升起，与他人冲突，与他人对立，这样子的嗔心为因，将来会感受到地狱的果。我们应该去向内反思，我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烦恼。当你去觉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确实也有嗔心烦恼啊。如果说有嗔心烦恼，我就应当要加以对治啊，应当转变这样的烦恼，转化成为对众生的慈心跟悲心。当慈悲被扩而广之以后，才能够成就佛果，而避免对其他的伤害。这个就是懂得从因果业力的规律下面去下手而做修持的。不懂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因为缺乏对业力因果的认识的这种愚昧性，而产生六种烦恼的滋长，而对于烦恼的过失又浑然不觉。这样子的浑然不觉跟我慢心其实是息息相关的。Om Amidevasri,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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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dev
是嗡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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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嗡。